位旅客你好，欢迎乘坐拆轮飞车，本飞车将带你到马六甲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，最终开启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而家要去嘅系马来西亚嘅丹丹杰，日本最大超级市场丹丹丹杰终于来到马来西亚，首家在大马营业的丹丹丹杰落在罗什，一共有3层楼。这家巨大的连锁店以其标志性的可爱的蓝色企鹅吉祥物，店内都摆放着许多日式小吃、各种食品、服装、杂货、美容产品等等之外，选购好了商品就买单走人，这里消费一共是 RM 73.90。